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远征，谢谢，非常高兴，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团聚。下面我要为大家唱的这首歌是小敏的《奉献》。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总是荡起万千，深深的为那些为了神的道而战斗在第一线的我们英勇的传教士们，为他们摆上了自己的青春，献出了自己的年华而深深的感谢神，同时也为我自己的亏欠而感到内疚。愿神祝福那些为了神的道而冲锋陷阵的我们英勇的传教士们，请听《奉献》。是这样走。
上帝。